太幸好咱，实在是足感谢的啦，有这么侪迄落朋友吼，先拜，大家拢来甲我支持，来听这这项代志吼。啊，我可能不讲几句啊，可能就来开始用迄落国语讲啊，就我都拢一直用台语讲，讲了讲袂认真吼，就讲袂清楚。然后我头就是讲讲阮兜就是吼，迄发生辅导火灾，我就走到迄落700公里外，离辅导火灾700公里外迄落。在迄落乌萨卡大，迄落大阪去，嘿，大阪去吼。然后我就想着讲，哎，台湾嘛，好嗲，台湾就无所来走啊吼。啊，因我就讲，今摆我有问阮一寡迄落朋友讲，若是台湾发生火灾，你要走去倒？伊讲跳海啦吼。啊，伊讲吼，伊佫讲吼，啊，若中国拍飞弹过来，你还佫话要倒投降？啊，你发生火灾，你要甲谁投降？你完全无法度投降吼。其实是种惨的代志啊。然后阮走去，其实吼，你知道阮，大家人拢讲啊。迄个天龙国的人的代志吼，阮心结就较无关系，其实不是啦。你知影，阮兜除了咱们东京以外，阮兜有一个国中，伫迄个离80公里外的义乌县，大家毋知有去过日光无吼？阮迄个日光边仔的迄个纳须高原遐，啊，去一个嘛是去两间足大间的厝，啊，到尾遐叫迄个无安怎转去啊？啊，遐是80公里的，80几公里的。你了80几公里的，因为有风向的关系吼，你嘛感觉吼污染，阮有吼，迄个阮政府认定是严重污染房子啊，或严重污染地区嘛，所以你讲根本就是无法度的一项代志。啊，你当阮走去的时候，阮就想讲有命就好啊啦，就感觉讲离开东京，啊是到尾啊用水吼有灌入去，啊阮才转去东京。啊，你要阮转去，我转来我才想讲啊，台湾要安怎？啊，我才开始去采访足侪迄落核电的专家。啊，我去甲一个迄个日本足有名的一个核电专家吼，去甲问，啊，我讲，我去甲采访，哎，头一句讲，哎，六三，你台湾吼，伊讲叫我六三嘛吼，六三，你台湾来的吼，伊讲台湾是下一个最可能发生火灾的所在啦。然后伊佫甲我讲，下一个火灾袂等你25年啦，我来讲等25年，你知道台湾，你晓世界有三个足大的火灾啦吼。一个就三里岛的，啊，佫一个就是30年前的车诺比核灾，然后佫一个核灾就是迄落三，就是福岛的核灾嘛，就三个核灾，伊讲袂等你25年啦，所以我才开始去看，才讲台湾原来台湾的核电吼，迄当初嘛是世界所有的报道拢甲你讲，讲你台湾是世界上危险吼，啊，世界迄个华盛顿邮报114个上危险的核电厂，啊，核一甲核四拢上榜。啊，有一个迄落英国的杂志吼，迄、那个科学杂志叫《自然》，伊有两级吼，哎，一级咪是讲吼，迄落因为地震甲老朽程度，咱迄拢是老朽，咱拢超过30年的，拢老朽核电嘛，啊，拢烂糊糊的，所以伊就讲，那世界上有遐个三个核电厂，咱核一甲核二拢上榜，啊，佫一个是亚美尼亚的，然后佫一个就是讲吼，无人甲迄落核电厂吼，起个迄个就讲吼，迄人口密集500万。去个啊，佫是首都圈，咱佫是伫首都吼。啊，你若讲若发生代志吼，你个新台币佮你个股票拢币值啊啦吼。所以迄根本是足恐怖个代志，所以我才开始去注意这项代志嘿。然后因为吼拄好，因为拄好这边吼，大家拢想讲是啊，民进党，我其实嘛是佮迄个小英总统吼见过2遍，啊这边转来是嘛有要找我，可是阮是讲因为我迄个转性走吼，伊有法度见我，是我踮咧台南，迄天会安排咧啦，我就无法度见，所以就算啦吼。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足大个问题，因为未来吼，咱台湾除了中国问题甲经济生存的问题以外，其实上重要就是咱的废核甲核废的问题，因为伊将来是要花几兆、几啊兆，迄已经是台湾经济上大的经济不良债权，是上大上头疼的一项代志，而且实在是足危险的啦。啊，我大家台湾大家拢想讲啊，民进党已经迄落大赢啊，吼，国会也绝对多数。啊，是小英，大家拢放心嘛。可是我是感觉是吼，足担心的啦。因为吼，其实对即马开始，逐天咱的核电厂一天，大家拢讲天诶，又台湾呐，会保庇咱。可是我感觉咱拢个人是袂担心吼，到即马无出代志，咱就应该偷笑。然后应该家己遐尽人事吼，就足危险。你到2025年加必飞核家园，到2025年，每一天吼，你等于是在等核灾的发生。啊，足恐怖！大家知影嘛吼？最近2006，咱有一个地震，哈，你
看台南，看倒位就知影，咱规个台湾是一个足新生的历程吼，真是足危险的吼。所以我就这边讲吼，因为咱今年三一二甲潘武会合游行，可是大家拢想讲啊，今年是迄落民进党当选，就拢变啊，你会合哪有问题？其实连小英总统嘛，就对这项代志真头疼哦，这个问题，咱台规个台湾人，所有的台湾人拢在一直来想，啊，这项代志是无分男女的吼。啊，我过去五年来，我就是已经到尾吼，就演讲吼，甲迄落上通告电视啊、广播吼，已经是讲两百几场啊吼。然后我写文章，到尾大家唔知有看到，到尾《自由时报》我有一个会合旧家园的专栏嘛吼，啊，甲《苹果日报》啊、《金周刊》吼，我过去对五年来，我写600几篇的文章吼，就是讲希望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安尼啦吼。那可是这是大家所有台湾人啊，我去上的吼，嘛无一定是绿营的哦，绿营当然较支持吼。其实连蓝营的一寡朋友，伊嘛拢足支持，感觉这是规个台湾人，伊若无要想要走路的蓝营的人嘛，是拢足关心这项代志的啦吼。然后我开始即马才开始讲我的迄个主题吼，大家唔通袂记咧台湾是迄个地震。地震跟断层岛，啊，迄红红的所在就是地震最频繁的所在。啊，你也再看，日本甲台湾拢是迄种世界地震上集中的所在，哈。下一站，哈。啊，你看，迄个是有污点的所在，就是有核电厂。啊，所以吼，其实吼，核电这款物啊，吼，核电厂这款物啊，是欧美发明的。啊，欧美根本无地，因无地震嘛。啊，迄拢是摕来日本、摕来台湾以后，不甲加耐震。啊，其实咱的迄落台湾的迄落核电厂拢几乎不耐震哦。你知影迄落？哎、欸，麻烦姐哈。啊，而且咱不是断层足侪吼，断层你看台北拢断层，咱拢迄个，咱这边都知影，因即摆拢造一个突然的造一个断层来，根本因拢无测到的，叫做盲断层吼。啊，其实台湾足侪活断层的，啊，咱的核电厂拢叠活断层，怎样？核一、核二、核四拢是，然后核三嘛是吼，恒春断层，嘿，你看遐嘛是恒春断层吼，然后骨头片，嘿，啊吼，你知影遐真恐怖，就是讲遐地震的真恐怖，是咱台湾的迄种核电厂无啥耐震，大概台湾无啥知，咱爆发是921地震嘛吼，啊921地震掉咱所有的迄种建筑物吼，拢来改造是迄种耐震系数在0.33G。啊，咱吼0.33，哦，只是一个迄落耐震，伊耐震的系数、耐震的程度是到偌济吼。然后，若是因有诶，就是迄落核一，咱才0.3，拢连迄落0.3G吼，连迄落普通诶厝拢哦比袂过。啊，你核二甲核三吼，诶不0.4嘛，拢差足侪，啊，拢甲日本诶差足侪。啊，咱台湾诶政府还不离讲，咱诶台电还不离讲哦，若是震度7拢袂要紧。其实日本吼，拢是咱的几啊倍耐震的程度，比咱伊的核电厂耐震的程度几啊倍，伊震度6就拢经不起啊啦。啊，敢若福岛核一吼，伊嘛是咱台湾核一的两倍耐震系数、耐震程度拢是咱的两倍。可是伊迄当啊震度6的时候，就已经拢袂使，无等海啸来就已经拢拍歹去啊。你知影咱讲有耐震的是迄个反应炉本身。啊，边啊足侪机组吼，拢也无啊，你倒位啥物都破空啊，所以当尾迄落海啸来以前吼，日本国会迄落调查报告来讲，福岛核一是地震来就歹去啊，啊无等海啸，免等海啸就拢乱搞搞，就拢歪搞起错啊吼。然后吼，那还好啊，这边吼足大个教训就讲，你看迄台南吼，诶，伊迄吼，迄落福岛核一是吼天水吼，啊若天灾。啊，天天四点钟就已经会融毁，就发生核灾，就刚刚福岛核一样嘞吼，就发生核灾。啊，你看咱台湾嘛吼，伊呾咱迄落发生地震了嘛，停电停足久个。啊，台电会讲吼，伊啊，因有迄落紧急个迄落发电设备吼，所以袂要紧。啊，可是你嘛停水，而且有可能你因为地震吼，你个紧急发电设备吼嘛无法度叮当。迄落福岛核一就是安尼嘛。因为可能一个地震或是一个海啸，就予你所有的迄落来电会使吼，迄落供电的设备拢歹歹去。然后，佮另外一方面就是讲，你有电也无效，你无水嘛无效。啊，你看咱台湾遐水管吼，拢逐位拢种热，嘛是拢种老少，啊，一下久就会爆出来，拢迄落水拢走了了，拢无停水。啊，台南即边停水佮停几啊工，你停4小时就害去啊吼。然后吼，你迄若是地震来吼，要
单位，即各种状况拢会发生。喏，福岛核灾遮尔严重吼，迄福岛核灾遮尔，福岛核灾遮尔严重吼，伊迄落是其实吼，其实是足幸运的啦。因为吼，你知影，有天机有成功，因为迄核电迄落反应炉一直在叮当，一直在叮当，啊，伊会对下骹插一个迄落控制棒，互伊叫停，啊，叫迄落插入成功啦吼，就是讲，所以才无变作足严重。啊，其实伊即摆遮尔严重都。选举时，伊就答应公公啊，咱的三年核电厂拢就袂卡住吼，所以一定不会延役，咱一定就打算用到四十年，用到底吼，啊就不爱过分延长，因为哦，你知影国民党政府因是想要基本上吼，咱的经济部因遐因为利益足大诶，所以就讲因不爱，因为咱家己遐合适诶迄个提款机甲规起来，所以就想要从用遐核一、核二、核三吼去开新诶三个迄落。提款机，哎，拢开价，拢已经报价出來，大家核电厂，你若要延役，伊就不利外久，大家核电厂加500亿了吼，多500亿，然后改迄落改维修一下，然后阁加用20年，就不用60年，咱用40年一定足老少，你知影？咱用个咱普通机器是太易个，咱用就普通用物啊，你看迄款物啊，哪有可能讲迄拢会变化会老少化？啊，即摆伊就已经拢乱糊糊啊吼。啊，敢若譬如讲吼，我顶摆嘛有写吼，迄核一厂吼，伊有一个燃料棒个夹子去断落，啊，即摆六月去拢无法度处理，已经停止停一年外，咱也无缺电啊。啊，然后伊一年外已经拜托迄落法国个原厂来解决，啊，无法度解决。啊，咱迄台电其实拢技术也拢靠外国个，也无法度因家己已经束手无策，已经是一个失控个状态。所以伊主要是核一、核二、核三，咱家己核四就是该关起来，我互伊提款啊。所以即摆核一、核二、核三想要提款，啊，到最近伊感觉伊核一啊，伊也无法度控制啊，所以核一有答应讲核一可能会使互伊处理，无要延役。可是核二甲核三拢无信心啦，拢不想要搁要延役吼。而且吼，阁核四因阁想要拆封，咱个封通起来，阁要把迄封条拆去吼。伊拢是讲迄拢会使钱，拢会使一直不续建，啊续建就一直来讲啊。伊开始讲要开，吼，敢若核四因讲要300亿，到尾啊1000亿才开，才起会起。啊核四讲1000亿，叫3000亿啊估计起袂好哦，拢是安尼，伊就是一直用迄做提款机，啊起的拢是无法度用起用，敢核四起用就会发生核灾，足危险的物啊吼，因为迄根本拢迄包商，大家拢是去领钱吼，后壁有足侪政客去领钱的物仔尔，所以甲合一啊，甲合一吼，规个拢乱糊糊啊，所以已经是无法度规用的物仔。啊，不落去吼，合二甲合三吼，嘛是拢同款。咱合二吼，大家无啥可能无啥记得吼。2012年的时候，伊爆发新冠一个吼，迄落锚定螺栓断裂，啊，大家可能无啥知影锚定螺栓是啥。锚定螺栓就是甲咱譬如讲咱电火条嘛，是底下有一挂迄螺栓，锚定螺栓来锁咱的柱子。啊，锚定螺栓就是甲反应炉吼，迄原子炉来锁咱的迄个基座顶管的。啊，迄断去呢，啊，世界毋捌发核电厂史上拢毋捌发生即款大代志吼。然后因迄，因佫无想要修理呢，迄断去啊，啊，内底工程师吼走出来呢，甲阮密告，甲迄个环保团体密告讲，若无要修理吼，无要换迄螺栓吼。阮拢要甲厝底啊，阮要走路，要去别位啊吼。内底工程师出来密告呢，啊，阮甲迄个，阮去甲一几下报下来，我连夜我拄好转来台湾吼，啊，甲一个环保团体，佫可能叫方姐，大家比较有印象吼。啊，伊坐电梯迄个报下来是少个，迄个因迄个社长个迄个出来去甲讲，即足危险足恐怖，结果因就因就。因就吼，因就出去，因就讲啊，你也无迄落书面资料吼，阮媒体无法度来报，阮当尾网络上一直传，到尾连立法院才去听证会吼，啊，所以才吼因去换，啊，你知影因去换迄个螺栓吼，伊是长有问题，是超过30几支啊，啊，伊是内底较严重的是7支，啊，伊内底换6支，啊，你知影迄款螺栓吼，迄螺栓的原价是一支才1500台票，可是你知影伊6支是换1亿。伊因法国话，伊个技术啊，拢在靠基因着通用啦吼，啊奇异公司啊，啊奇异其实拢。
讲，迄美国公司拢已经卖互日本，所以叫基基伊日币，迄基伊日币来甲你换，所以换迄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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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术费，就甲你收强要一亿嘛，迄六支吼，一支一千五个，啊，伊就来甲你收一亿个钱，啊，到了第七支吼，讲是迄较靠近炉心，啊，迄个高污染吼，高辐射污染，人无法度。接近，所以到尾啊，迄台足侪核电工入去换，换一入去一分钟就来造出来，一分钟来造出来，迄款换法，所以伊上尾一支换8000万，到尾偷偷换，啊一支台湾根本无技术啦，你所有核电拢是靠外国的，啊然后伊其实吼靠美国，啊民进党的人嘛来请我去演讲，啊因讲诶啊，因拢种。就担心的讲，啊，安尼咱无甲迄啰，因咧甲民党的中央党部迄边无叫我去，伊讲啊，然后伊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咱无甲美国买迄啰买核电，安尼会袂会有问题啊？无吼，迄美国根本无参咱吼，开始讨厌台湾啊，是安怎吼？其实无关系啊，因为敢迄起义吼，因即摆根本拢无伫咧创，啊，西乌已经拢袂，因咱台湾的核电是美国的起义甲西乌吼。啊，两间公司，河山是西，啊西屋嘛拢卖哦，东芝拢卖哦，日本啊，啊，迄啰奇异嘛是，因拢无伫咧做核电，因家己发生三里岛核电以后，因家己拢无做核电生意啊，所以根本免关心这个外交新闻拢无关系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而且咱袂讲吼，核二嘛是发生就危险，然后上恐怖的是刚刚譬如讲咱核二一号机吼，伊一个迄个炉吼，反应炉的迄炉心的侧板吼。裂30公分啊！啊，当然，刚刚德国因裂15公分，伊就废炉啊，就袂使用啊。咱30公分三年以前哦，啊，即摆可能已经40公分啊。当时甲你出一个大代志，你嘛唔知影，实在是足恐怖、足恐怖的啦吼。啊，佮落去拍摄吼，核三啊，因为吼，你知影日本当面福岛核一发生核灾进行吼，因感觉吼，唔是福岛核一上危险，是一个离东京差不多180公里的一个叫冰冈在西之奥卡，在迄落近冈县吼，遐的一个迄个核电上危险，大家拢讲哦，大家拢示威，拢是伫个核电厂。啊，福岛核一是被认为第二危险，可是所谓意外吼，迄、事故吼，拢是发生在你想无到的所在嘛。你想讲遮上危险，结果是第二危险的所在出代志。啊，即马哦，因为三间核电厂内底，核三是较年少年几岁，大家想讲较少年的袂晓紧吼。其实毋是安尼啦，因为都嘛是拢做老少，拢30年以上啊嘛吼。啊，迄核三吼，伊的问题是讲吼，伊离迄落。离台北足远嘛，啊，所以内底人也无法度，若出代志啊，大家也拢唔知。啊，何生拜托一工吼，迄个厂长一个月，拢一个月无厂长，也无人知影，你知道发生即款代志。然后，譬如讲，因发生五年一火灾，火灾一直发生，然后五年发生一个火灾吼，哎呀，无甲县长讲，也无甲居民讲，无讲叫人准备逃难。即个居民看到吼，那个厂内底冒烟，才感觉足恐怖，才去问。公共是发生火灾，你看足恐怖的。你讲咱台电是足阿白，然后台电吼，因咧譬如讲，伊去年对原能会甲伊通告，伊有一个违规，叫伊停机，伊嘛照常。你即摆看，伊嘛是照常，伊也无得甲伊停机，无插潲你啊。因为吼，你知咱台电甲原能会因大部分在管核电，拢是清大核工系出来的啦吼。迄个电信条就小可有关系吼，啊，因遐人拢是学弟学长啊，拢是咧吼先拜个头海国际关系，啊，所以因吼拢就讲伊佮发包台电条，发包一寡研究计划吼，哦，迄落原能会的人，啊，原能会其实已经是咱的公务员领咱的薪水，应该站喺迄落国民的立场来守护你台湾的迄落迄落人的身家安全，可是因唔是啊。因就是摕台电的钱啊，所以迄落当面国会哦，当立法院哦，迄台电的一个小科长会使把迄落原能会处长吼，给叫来当面立法委员的头前啊，给叫来叫去吼，根本伊变做原能会变做台电上大的包商，包伊8亿几的迄落研究经费的上是互伊收费的啦，就是上好原能会，所以规个是感觉是一个真恐怖的，那哎民进党伊嘛是。拢知影这项代志啊，伊是感觉台电已经是大到一个怪兽吼，就是足怪大个怪兽，你足
无法度去甲伊迄啰，就是讲要安怎解读吼，是足无简单的，真歹去解决的一项代志。所以拢在咱大家吼，对大家有这個意志，安尼嘛是吼，小英较好去做代志。大家对这款代志有认识，嘛较好去做代志吼。然后你知影台湾吼发生，我就解讲，甲大家讲吼，我毋是走到700公里外去嘛。啊，台湾的问题就是你无所在通走的吼，你要走去倒位？啊，迄个日本的京都大学吼，大家知影京都大学区就是仅次于东京大学的另外一个上好的学校。啊，内底有一个大就研究的是叫小出玉章吼，啊，伊是研究核工，是伊反核，伊感觉核电是袂使的。所以伊捌做过迄个核试的评估，甲咱这台北北部的核电，啊，若出代志吼，是会迄个数值吼。马上损失30,000人啦，啊啦，后续是700,000人，因为台湾无所在通走，你要走去倒位，所以是足恐怖的。就讲台湾吼，日本人是讲伊福岛核灾了，伊讲伊若日本过来一个核灾，伊就亡国灭种。啊，台湾是连一遍的核灾拢就经不起啊，所以我们经不起，咱连一遍的核灾就无法度。啊，可是咱发生福岛核灾是上全世界上受益吼。因为就对上重要就是告诉咱台湾讲，台湾袂使不用核电啦，这是上重要。咱对福岛核灾吼，台湾是全世界上应该对福岛核灾汲取教训的国家。可是咱台湾人阁也袂要紧啊，迄天有台湾台湾，阮足侪人吼，今仔早某一个接个，当尾迄落新店起来吼，一个某一个对德国转来讲吼，伊感觉台湾人确实足唔惊死的啦吼，啊嘛是。地震，大家一下子就无拢袂记了了。啊，我是感觉这个是真恐怖，因为台湾是完全无所在，咱伊是讲逃亡效率，你想要去走命，迄个效率是零的所在吼，你根本无所在通走吼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民进党希望吼，就是讲拜托咱即摆国会来吼，民进党嘛是足过半啊，足有力，你要做啥物代志都会做，所以咱较紧的先把迄个定一个迄落时间表吼，甲立法成功，安尼才会使，就是讲吼，咱定一个讲啊，咱当时紧立法，啊，我基本上吼是主张提前处理啦。咱因为咱台湾完全无需要用核电，我可能足侪人拢毋知影，大家知影核电是占咱台湾发电设备的几成？有人知哦？17%。冇，不对，占发电设备是占几成？10.7%。10.7%，这是经济部的。啊，然后有迄个李律师讲的吼，是发电迄落的实际发电的状况是占16.7%，就是讲17%。啊，迄是安怎你知道？你若有核电吼，迄落台电就不用拜，不用，就叫其他咱2层、3层，你看偌天2层、3层的迄落发电设备拢互伊填起来，无烟吼，拢变蚊子电厂，啊，就一直拼命用核电，而且因为这样，伊才会使台迄落核电帮的人吼。咱们台电内底，伊拢常年拢做总经理，做上高层的，所以其实嘛，毋是台电所有人拢赞成用核电，可是核电方的人控制上大的权力，啊，这其实嘛是未来小英政府上烦恼的一项代志啊，因遐权力足大足大，所以你知影我去倒伊，拢会拍打手拍者啊，今仔来遮我感觉上安全吼，因为伊拢常年以来经济无甲台电毋知用偌侪钱，到尾我身躯吼，所以我去倒伊拢一大堆人陪我，所以你讲。是不安全，是伤安全啦吼，因拢足侪人坐。然后我是讲，我吼真，就讲咱个先确定嘛。啊，即几工大家有看，有看迄名嘴节目，看电视新闻，拢有在讨论，讲迄核废啊，无你核新北啊，核一也变成核废厂啊，新北变成核废县吼。啊，你知影核废是啥？核废到底是啥物物啊吼？啊，就讲我是感觉讲吼，咱一定来先废核，啊，核废数量来才会确定。啊，核废你想一下，咱特别拢是做少吼，即款是低阶就讲用过迄落手套啊、衣服啦，啊，迄个黄色的桶无吼，咱定看讲哦，核废就讲黄色的迄落桶，排出来吼，啊，迄桶是摕去来源，迄也是中低阶的核废，啊，迄是咱即款到尾来源，咱共囥着，迄落囥10,000桶。咱当初是骗蓝宇啊，咱共骗讲，迄落国民党政府家骗讲，讲咱要去迄落去，要去即去开迄落罐头工厂，吼、哦、沙丁鱼的罐头工厂，啊叫共核废拢共运去啦，啊
准备要摕去外口个，甲外海去甲讲个。啊，然后国际国际吼，你拄好规定讲你袂使讲个，吓啊，所以即摆拢对对个迄落蓝屿遐十万桶。啊，蓝屿本身毋捌用过一度个核电，因为伊是岛上一个火力发电厂，伊毋捌用过核电，可是来互咱家讲足济，讲足济，而且伊迄款吼，讲要用三十年个塔，无几年拢活无无，所以当地个囡仔吼，连三岁五岁拢得癌症，所以实在是足。过分的一项代志，咱实在是足欺压当地的迄落达悟族的人吼。然后你看这个蓝屿的核废就是安尼嘛，啊，十万桶，啊，无像咧就是十几万桶，即摆伫大家核电厂内底吼。另外普通的坑咧，这个低阶核废，这其实无啥严重。这严重的是啥？台电即摆甲即款人想要减少即款桶哦，无爱十几万桶，想要甲变啊少，啊变啊少伊就乱烧，遐乱烧，甲遐辐射拢扩散到达位去哦。敢若譬如讲。我有这测量吼，这比东京、东京福岛的三倍。你看，台湾各位拢甲你创啊辐射，啊棉花生核灾，你甲伊创啊辐射污染足严重的。啊，关于这部分，我先来请李瑞珠小姐甲咱讲，因为伊这三年来，逐位做全岛做足侪测量吼，测量两万多个迄落点刺吼，测量足侪所在，所以会甲咱这结果甲咱讲。所以台电吼，其实伊久吼，伊足袂见效个啊。伊甲一百桶烧做一桶，这是迄落啥？这是世界无个记录个。啊，可是咱原来袂歹讲，这是台湾之光，我足气个骂吼。我讲你世界无人安尼乱烧，烧到这个程度，伊对台湾人做个拢是迄落吼，历史上无做、毋捌做过足痛个代志啊。所以我才会这样气吼。因为你知，伊迄烧烧到足严重，啊，甲骂人，伊到尾才甲删。无，迄原能会拢一直甲恶落台电外头烧，烧就是扩散辐射物质上紧的办法，上快的办法。所以台湾单位拢甲你创，啊，就讲吼，哪人看无渣，看足侪有形的污染啊，拢无惊。啊，若辐射污染完全看无吼，所以大家拢唔知死哦。就讲已经甲你创啊，足污染这么严重吼，比。福岛核灾后的东京，也是关东地区，也是东北地区，拢有较严重。有足侪所在的迄污染程度，你着爱去走到福岛附近才去，才找会到的。然后其实吼，迄款的迄落低阶吼，啊，佫伊若歹乱烧，放伫遐就无代志。吼，咱不要再增加，不要再继续用核电，就较了无。较无问题，较有问题的就是所谓高阶，即几天吼，电视仔一直咧讲迄就是高阶核废。啊，高阶核废也是啥货咧？就是用过的燃料棒，就你摕去烧迄落烧原子内底迄燃料棒，所谓迄个无心，迄就是燃料棒。啊，烧毁你知？烧了吼，烧了是烧之前，燃烧燃料棒上面，燃烧后是燃烧之前的一亿倍毒。啊，咱一百万年，你烧四年，一支燃料棒是用四年，烧四年以后吼，伊就变作一百万年才有较多，比无毒的是足多，爱有外毒的。我捌甲原能会诶，迄落关这处长，刚才郑春奇的帮迄落节目内底吼，辩论这项代志。啊，我讲你知影迄外毒无？伊讲唔知，伊敢摕一寡美国资料讲吉卡，讲热度，迄是足烧的。烟火吼，几啊十年啊，不拢足烧的，迄是另外一回事。最主要是足毒的，还有外毒的。我爱讲吼，外毒的，你等下用了的燃料棒，就爱泡在迄落冰水池内底，吼，就等下迄落有一个燃料池内底用迄落冷水吼，用冰水给冰起来，啊，给它泡几啊十年。啊，然后你若泡十年，还是泡二十年，泡三十年，拢感觉你泡了给摕出来吼，啊，摕出来放在不锈钢瓶。啊，一个不锈钢瓶的外口，一个500公斤的不锈钢瓶的外口，伊是叫1500西弗。啊，恁可能大家拢唔知影，1500西弗是咩意思？你若根据世界上永护核电、高温核电上好的一款，迄落上吼上嗨的一个组织，叫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 ，IAEA 友好团体叫 ICRP 的国际迄落辐射防护委员会，吼，这个组织应该伊拢承认吼，拢承认。若是你吼短时间内吼，迄落七西佛去照着，你就顺死去。啊，你知影1500西佛你偌贵是20秒？你看迄用过来，了拢是这么毒的。啊，这么毒的物啊，迄是这主本是迄落自然界无的物啊。核电袂使用，就
球鱼会烧出即款迄落辐射的生成物，是自然界原来无的遮尔毒的物啊！啊，那遮尔毒的物啊，伊就变作咱即摆台湾已经有无多少树，咱即摆迄款燃料棒太毒的燃料棒，咱已经有17000树，你知道？啊，17000树是足恐怖，是相当于20几颗广岛原子弹分量的辐射物质，啊，逐条讲吼足有惊的，咱台湾一百人就分一个广岛原子弹。即足恐怖的代志，咱这已经注定来教予年轻人，教予咱的子孙，教予咱的这个囡仔。你讲真啊，足残忍的一项代志，你可能怎么，哪有可能一直做这项代志？啊，我5年前开始反核的时，你当初才13000支尔安尼，啊，即摆一下骨就变17000支，啊，若进行到2025年才变恢复家园，你就变做23000支的，迄23000支，佫到13000支，佫差足济。迄个处置的方法了嘛？啊，最上恐怖的就是讲，伊即摆无要废核，可能以后佫无要让小英去废核嘞。到2025年，伊就伊想要一直增加，迄几个台湾就完全无法度住。啊，即摆上严重，才会迄落迄落高阶的，就即17000支的迄落燃料棒吼，佮海尔斯吼，就这样，即摆泡在水内底。啊，你即摆伊就讲吼，这其实毋是一个安全的方法。而且吼，台湾这吼已经放的，一直给塞入去，这已经是原始原来设计四倍挤，足拥挤的，绝对袂使开这么侪人，第一叫人，第一迄落足有，互人才袂危险。已经啊，这法国的迄落世界报，咱们2年前咧已经警告台湾，连放这用过燃料棒拢是世界上危险，随时会发生核灾。所以台湾毋是核电是世界上危险，但迄落这核废储存吼，高阶燃料棒，这用的这用过燃料棒的风险嘛是世界上危险，所以实在是足恐怖的。然后即马这问题变怎咧？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这吼，啊这若即马闹到有先兴趣，即马这就是小英上头疼的代志，用过燃料棒里面啊。啊，即摆核一甲核二，你看黄国昌逐天拢走去迄落核一甲核二，伊踮咧讲北海道的、北海岸的人，遐居民无爱互你去放，因为伊吼，迄落核一甲核二已经踮咧影响40年，啊，你佫打算放咧遮，台电就想要甲焗个因的后山，凊彩甲焗者，啊，你知影这真恐怖，你知影？因着凊彩做一个足简陋的迄款设施，超比焗无，伊遐内底拢是黑箱啦，因为吼，伊且比较不合格的迄落，毋捌做过核废设施的一个迄落业者来做，啊，然后对做迄款上世界上厚的物啊，然后桶吼，迄落桶要放迄个燃料棒，迄个桶伊用焊接，毋是迄落完全成型的，你知焊接超恐怖，一下佫着开去，啊，若是讲啊，而且咱台湾北部吼，人讲这。北欧就讲，伊这用迄落干，伊就放干摕起来放干式储存吼。啊，干式储存，伊可能迄个桶吼是焊接表面啊，外口盖放一个足大迄个水泥的罩子，啊，水泥罩子拢大，根本是准备讲大到你根本无法度移动。所以你就讲，伊准备毋是放40年，是要放几啊百。啊，你知影伊迄哪有法度？伊迄我看吼，迄宜兰恒温基金会有一个叫陈其来个当属长，伊甲评估。台电的迄个设备用无20年就会烂糊糊，啊！我看伊该讲20年是足客气的啊，可能几年就烂糊糊，因为咱迄个海边河一甲河二拢伫海边，然后有迄个海风有盐分，迄一时啊，佮迄水泥甲伊的迄个不锈钢，啊，伊用的迄个碳的迄个材料，嘛美国的核管会早就甲你警告讲，迄款的最不适合盐分的储存的所在，啊，伊若拢伫用，我无管台湾人的性命。啊，这真恐怖！你讲你乱做一堆，就无法度去靠近，无法度处理呢。迄个规个北台湾拢无法度住人，迄是乱做一堆核灾吼，甲别个共迄落吼，所有的灾难吼，工业灾难、化学灾难，无共款就是你无法度去靠近。你知影福岛核一厂即摆吼，逐天7000人啊，拢无法度靠近去，迄落进入厂房去收拾，伊即摆伫收拾迄落福岛核一厂。无法度，哎，即摆发明一款机器人，使忍受1毫西弗吼，哎，就1西弗啦吼，就忍受，哎呀，无法度，迄个一下子就去，连机器人也拢歹歹去，根本无法度去靠近的。啊，你若是迄个，因即摆凊彩甲焗个后山，焗个河一河二，凊彩甲你焗落去吼，你要烂去吼，你要叫谁去收拾？无可能，靠近的人就死去啊，根本无法度收拾。
出来，真是足苦哦，足苦的。人讲迄款的吼，台湾是足无适合的啦，因为吼，可是你无法度，你就是爱解决。哎，即摆听迄人爸母讲，你迄干尸的干，伊迄毋是放咧水的，摕出来烫内底就变做干尸。啊，干尸的来家放咧干柜的，甲环境甲冰箱。啊，台湾遮尔热，你看囡仔才三岁就热做即款的啊。台湾足热的，啊，佮伊放咧海边。我啊，但佫足潮湿的，一下佫着生锈，一下水泥着烂去，佫盐分遐尼高吼，所以今仔啊地震佫遐尼多，而且台电该放的所在吼，伫咧小溪边呐，啊后壁拢土石流，啊土石流你知影伊用迄落轮胎，汽车迄落轮胎的废胎起来一塞起来，尔尔呢，啊随时你遐痛着规个拢倒了了，着歹去啊，实在是足恐怖、足恐怖的代志啊，所以我就是感觉这实在是。所以小姨嘛是拢知影这个问题是足严重的，所以这项代志，咱规个所有的台湾人拢该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啊，认识这些是足严重的。你像马英九吼，我是八下咧讲马总统，你知道台湾的何辉老咧倒呢？伊像是伊想讲中国敢那难赢啊，伊想讲何辉老是来，伊唔知道所谓的何辉老上恐怖的，这是敢要难赢后边你过来加，伊加几啊十个零啊，迄毒毒性是加足侪足侪，啊，这无处理好吼。规个台湾无法度带人嘞，我着啊带台电即摆甲你讲，哦，我甲这拢国去无人岛，哪有可能国去无人岛？无人岛是新生地层嘞，迄刚离开即摆嘛，不时阁爆一个新岛出来，啊，无人岛是啥？都甲你反去无去，拢是新生的所在。啊，无人岛的问题就讲，你若出代志，完全无人会使采取对策，啊，佫一个国际上无人伫咧，不准你去去迄无人岛。啊，伊甲你骗讲无人岛，就甲你骗讲，伊这核废是。足简单，有遐着解决，所以我要继续用核电，拢是伫骗人的。所以大家拢在，着我感觉讲吼，即大家咱普通的人，咱有认识，咱才会使去影响迄，就讲你支持的政治家嘞吼。我遐有时啊，迄政治家因有时啊有利益的考虑啊，啊有时啊，若是讲迄落国民大家无认识，大家嘛拢伊嘛凊彩做吼。所以咱着继续吼，着个啊嘛是定义是讲，你支持小英，你嘛着支持。做正确的方式，你们讲正确的方式呢？大家认识不够，就变作你就来去教歪路才会使啦。好，伊主要是惊讲吼，这燃料瓶罐啦，啊，伊罐伊就是无法度，因为新提出来无法度不可入去啊，所以即摆就所有的核一甲核二拢在停机嘛，啊，伊剩去法国只是去暂时避难的啦，就是我给你提一坑，伊讲骗讲会使坑二十年，可能去坑两三年，就来不该运转来啊。啊，其实吼，刚刚迄个李律师讲的吼，即摆全世界迄款迄个布吼，会使做对遐内底会使连出来迄款布，大家拢过剩，伊本嘛拢五十几公吨，迄种即个拢是足伤脑筋。即摆比日本是有十吨，去用足侪钱去拜托英国家己保管，迄全世界法国已经国内的法律规定吼，因袂使替你保管即只的物啊，所以所有摕去的物啊，拢得爱摕回来。啊，咱袂使摕布转来，因为咱无核，咱袂使做核武啦。美国已经甲你讲，伊袂使做核武。啊，伊讲伊要去做一个叫迄落布釉莫斯迄款燃料。啊，迄款燃料咱台湾无迄款炉会使烧呢。伊拢甲你骗讲会使去你再利用，根本拢再处理、再利用，敢讲起来足好听。迄种骗人，伊讲是要甲摕一千束先摕去外口去迄落避难吼，摕几百束去避难。啊，你知影迄款燃料棒吼，伊个原价才一百万台票尔尔，啊，伊摕去吼，去互拜托人处理几年，你搁来运转来，我迄运费搁安全，中午咱搁来派国军去保护，因为迄是高危险的物啊，会甲你抢去哦，或是会甲你破坏，甲你就变做规个世界足恐怖的代志。啊，伊即马伊摕去处理吼，去囥几年转来吼，啊，迄落核废料的体积比我大，搁发毒。啊，然后安尼是偌济钱呢？一束吼，主要是一百几万的迄落原价，啊，摕去用了，你摕去互伊处理费一束就要一千万。啊，你看，因就是搁去开一个提款机啦，然后搁摕去避难，想要讲核一核二会使搁继续原意啊。所以因遐个是足透明的，逐项代志伊就想要歪哥，想要摕趁钱，然后根本无管你的死活，你甲避避。我毒的物仔，搁摕倒来伊也好。啊，台湾在国军，咱的子弟拢在去赴的这上危险、上毒的物仔，所以其实讲起来，拢是逐项拢是骗人的。啊，到尾啊，这项代志算是民进党，我嘛捌甲迄落吼，民进党的迄落高层拢有提过啊。因知影讲台湾哪有一款用钱去，互你摕去算去，摕去佚佗，所以即摆因知影，所以方因的台东的台
台电的董事长拢走去法国去，因规团超规大队拢已经去七个去转来啊，拢已经讲好啊，甲蜜月讲要创啊，啊，即马是预算，阮大家一直起来讲讲，这根本无可能，台湾根本无需要三兵再出力，袂使三兵再出力，伊一下就着几摆，要摕去国防人吼，啊，无迄中央嘛是拢是外国的代志啊，所以阮该动，啊，旧年该动起啊，所以这项代志就无送出去，啊，无送出去，伊即马就是急要做迄落甘蔗，甘要甲你凊彩讲个何以的后山，讲个何尔的后山，甲你凊彩甲你讲啊，所以足恐怖，足恐怖的。这个物啊，哪会使凊彩讲？世界拢惊啊要死啊，根本无法度凊彩讲个物啊吼。啊，台湾就是无个，刚日本甲法国拢是完，日本甲德国拢是完全诚心同。台湾就用一个上劣质的迄落钢，迄落钢品，啊，过来用焊接的钢品。然后不给你用那个全世界无的大尺寸的一个那个水泥罩，给你罩在外口，让你永远一世人办袂走。啊，迄根本无可能，你迄用一世骨就拢歹去，让你规个台北拢台那个台湾拢无法度那个大人的那个状况啊吼。啊，足侪人讲啊，你到尾只缓和有啥物用？你日本无去缓和，阮日本当然嘛有去缓和，可是日本吼，因真土，因是吼。灾前伊是56个炉吼，啊，即马最近是重启四个炉啦吼，啊，等于讲，哎，啊，伊中间有两年完全是零核电，伊56个炉诶，咱是逐个是，咱台湾是六个炉尔尔吼，六个炉尔尔，啊，日本是56个呢，有灾前是有事啊，所以灾一发生核灾，根本就有向所有拢叫停叫停，啊，过来重新改建，啊，可是。国民日本的公民吼七成嘛拢反对重启核电，然后连政府家己做的民调有时啊到高雄拢反对重启核电，可是日本政府也完全在做，这主要还是安全保障的迄落国防的考虑啦，伊就感觉迄落北韩吼啊甲中国真恐怖嘛，所以迄落伊是在日本在战后逼供吼甲法国。尊以维持准核武国家的地位，所以伊也是有，就讲伊不想放弃这准核武国家，所以你看伊即马重启了四个炉，内底有两个炉就是用迄落木子，再用布釉，啊布就是做核弹的物啊，用布釉的混合燃料，啊伊表示讲伊就有资格继续拥有迄个布，啊伊若有需要的时，伊就随时会使去做迄落布，啊所以伊有俩有核电有俩转，伊才会使维持即款的人才。吼，甲迄落技术，伊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安尼吼，布的，就是那个日本重启。接近，辐射真恐怖，就是你无法度去家靠近，啊，所以
后摆咱台湾这个大家如果是台湾经济最大的不良债券，所以其实大家拢知啊，小英嘛拢知啊，这真危险。你若开，吼，你若迄落天气，啊天气就马上，伊即个比如台电若无技术去采入，咱去台去拜托外国人来给伊采入，迄现钱毋知是几十倍，所以根本是一度毋是五毛钱。成本嘛，唔是五块，是五十块。啊，这其实是上贵、佮上安、上不安全、佮上垃圾的物啊！哦，咱发生核灾，台湾就拢完蛋，所以根本是真痛、真痛。啊，吼，就咱互人骗啊，骗太久啊，吼。即摆咱大家若家己有即个知识，你就会使了解。啊，嘛使就讲小英要做正确的决策时，咱大家嘛使成为伊的后盾。哦，特别感觉小英是毋是乱，是毋是互人骗？其实毋是，是国民党甲咱骗足久的啦。太细吼，几落去。啊，啊，林佩玲家你骗讲，伊会使迄落，伊用过的燃料吼，放会使过迄落再生，就刚法国人的处理啊。啊，已经用12兆的日元落去，结果拢无法度成功。其实迄落是骗人的，迄燃料放用过的足多，根本无法度不再重复使用。然后因吼，甲迄落日本伊即摆佫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你大家拢知影，咱细汉的时吼，有日本的家电拢感觉足好足好，即摆大家嘛是拢足爱用的。可是当咧规个世界的趋势来看，伊个三菱、东芝啊、日立啊，伊拢是走下坡，所以即摆想要靠核电去甲挽回来，所以即摆甲迄核电想要出口去哦别个国家。我是感觉日本做这项代志是足无良心的啦，因为嘛拢是袂予迄落地震足济个国家。啊！因家己拢地震发生迄个核灾，因阁敢袂互别人吼？啊！因说起来是足痛苦的，伊主要就是讲，啊！因主要就是要贴补遮个厂商，遮个厂商已经不行啦。啊！其实你卖核电拢是了钱的，可是政府就使编钱来贴补遮个厂商，所以这其实拢是结构。啊！这个毋是讲咱台湾有，但你不管是讲哪有遮个代志，所以你不能去重启核电了，并不是因需要迄个核电。吼、哦，啊是因为因要卖核电，啊，佫想要维持因迄个核武国、准核武国家的地位，吼、哦。啊，歹势。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吼、哦，我头讲袂，咱迄完全无核电哦，无问题啦。迄战争设备国占领一席啊，尔尔。这是全世界有核电的国家内底吼，迄、哦、对核电的依赖上低的一个国家，一个所在。咱台湾吼、哦，上无需要核电，啊，你随时吼，去迄个延迟放啊，遐核电拢是两三成嘛吼，是两三成啊，所以咱根本就无需要。啊，台湾吼，台湾吼，其实配合条件世界上好。譬如讲德国是到2022年才要全面配合，啊，咱若即摆宣布配合，咱就变做世界最屌的国家，咱就要变做世界第一，而且咱条件上好啊，咱上无需要核电啊。啊，譬如讲我吼，我哪会转来反核？我来看讲，台湾才占一成尔啦，台湾若甲法国共款占。占迄落七成吼，我著认命啊啦！你若占七成，你无核电，你著死，你即个国家著死去，我著是认命。咱再占一成，而且是不需要的一成吼，所以拢是骗人的啊！因为吼，刚才你知影讲，发展咱废核需要再生能源哦。一开始足侪民进党人讲啊，不然你给我再生能源啊，你给我那个替代能源，啊，还是骗人的。台湾废核是不需要替代，那替代能源是替代火电。
以讲，咱用着吼，一个迄个安尼，一个迄个高档，有一个尖峰用着，啊，即、這个就是用太阳能，就完全就是你冷气的时，就是太阳能上高的时嘛吼。啊，九州就是大部分是用太阳能发电啦，所以是七个炉呢，咱台湾才六个炉呢，所以因完全无需要嘛。所以你知道日本是三成呢，台湾一成，日本是三成，三成因有两年拢零核电，啊，拢不要紧啊，拢有人得。抓全国停核能电厂都停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有没有缺电？刚李老师讲的，日本全部核电厂停掉的时候，他们有缺电吗？没有，没缺电啊，无啊。日本嘛，无缺电呢，哦，啊，因为核电厂哦，核能发电哦，占总发电量，哦，核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三成啊，咱台湾是核能发电占总电量的一成，所以李老师一直讲。咱所有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、核四都关起来，他妈不会缺电，你知道不？不会缺电。今麦想烦恼的是，你热天的时阵是大家拢，什么到中昼要晚上下晡才开冷气无？你当初你用电上悬，但是老师在跟你讲，你当初的太阳能上悬，太阳能发电的时阵是爱用啊，对不对？日头上咩上出来先，主要是太阳能那个亮，我这太阳能那个应用哦。那有太阳能发电，你得变，所以跟你讲。概念意思讲吼，咱台湾的核电厂总关起来啊，你万免惊缺电，你知无？啊，这个注意着，这个倒是足注意的。啊，你讲，我们不是一月六号投票响应当选嘛，对不对？吼，当选后一个礼拜吼，脸书新闻三更啊，电台要三更呀，脸书的新闻台电的报告就出来，吼，台电伫咱小英选角进行讲吼，如果按照民进党的非核家园的政策吼，如果把核一、核二按照时间除以完吼，你讲。核一厂、核二厂、发电厂，时间到了就要停起来啊！因咱有一个时间嘛，咱核一厂已经延两届啊，你卖阁延啊，就停起来。啊，核二厂卖你搞，就停起来。哦，咱当然缺电是欠电啦，吼、哦，台电的报告是安尼。不过上一选调第三天，因台电的报告改过，讲变啊，袂欠电啊。核一厂、核二厂哦，总停起来，啊，核四厂卖用哦，嘛袂欠电。你看这个官员哦，自头到尾就跟像咱老师来讲的，你敢骗是无？敢骗到足厉害啦，哦。所以日本人叫恶劣嘛，日本起码你看，所以56座核电厂全部因为三一核岛现在关起来之后，其实也不缺电，尖峰时期才比较麻烦而已啊。那尖峰时期想出来是是是，好像咩时阵？所以老师来讲你看，九州哈、喔，这几年过啊，三一核岛起码年过啊，奋斗。他开始实施是因为该法律。该法律。啊，该法律，所以做这17年的我加几年过啊？对。我建议一下。哎这样对吧？时间不晓得多少、啊，是啊，应该让刘老师全部讲完，然后再跟底下人固定做。我知道。要不然这样插下去没完没了，我有问题要问就没时间。是，没关系，老师很难得嘛。是。做这一行做那么久了，好像能好好发挥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断，谢谢打断老师的台。我那个没完没了，我很多很多的人。你讲刘老师意思讲，九州哈已经把盖设太阳能发电，也发电量已经。我都取代吼六个机组的核能发电厂，等于讲咱台湾吼，咱台湾拢总四才六个量嘛，吼七个啦，七个。好，等于讲伊个太阳能发电量已经能够取代吼七座核能电机组的发电量，所以吼九州迄个所在一头吼，甲咱一半啦，咱台湾是半啦，所以台湾的核太阳能发电讲实在，啊只要好发电吼，咱就是我都加倍，根本就无需要靠核能嘛，吼。好，以上报告，谢谢。因为我稍等，迄个赶火车去迄落桃园啊吼，然后开始过落去。吼，啊，敢若因讲咱北海道甲你从风力发电吼，一下子就会使加10个，去要做这款代志，而且迄拢是设施，你设备从头就着有啊啦。你若去一个核电厂、火力发电厂，拢待几啊年吼，刚好咱咧核四起着10年，拢起袂了。啊，所以其实迄落太阳光电，你该扛来就好啊。可是你知影咱迄政府迄经济部的官员有足土匪的咧，伊去迄能源局的一个副局长，一个查某的副局长吼，伊去当面讲，当面迄落能源会议内底，甲你讲迄太阳光电嘛落来袂使设置啊，你落来会去卡死人啊。对啊，无然，大家咱台湾连厝拢免起，但拢免
装好就好啊。台湾技术哪有老到这款？伊就是了，按人就要给你动你的太阳光发电啊，真是足痛的吼。然后所以就讲吼，这一日一测就讲咱台湾已经啊未发生火灾，已经将为将你看0.14，这根本是足恐怖的，迄、那个超标几啊倍的这数字吼。然后。小英来给他姐农业主跟经济主任。
起一间三十几平，后壁搁起一间八十几平的厝吼，起两间厝，啊，即下无法度转去啊，吼，啊，你看，我有枫叶，啊，有这迄落樱花，我家两间厝中间起五层足高啊，因为迄落我的，啊，可是你看，无法度转去，我等下去十万册的藏书，吼，啊，两千多件草书拢无法度转去，哈，我平日拢讲，我平日拢恭喜啊，你啥恭喜？你扫把以后，你就使转去。